各位大家好，我先问，欢迎来到未来事件部。今天加权股价指数疯狂上下震荡，中场上了13点，以11165点做收。那么今天呢，我讲坦白的，那是一个非常惨不忍睹的一个所谓例子。那么昨天台北股市一根长黑 K 棒，麻烦你有空把我昨天的重播带调出来看。我在昨天节目当中，我就中线的角度，我就跟大家预告，我说上下震荡完之后还会再创新高。可是昨天应该所有的投顾老师都告诉你，他是放空的，因为他们还要再赌那一把。什么叫还要再赌那一把？来，我们先把这个指数的一个日线图调出来看哦。当时在12月26号的那一天，台北股市一根长黑 K 棒，均线盖头反压，每一个投顾老师就告诉你，这一个行情就是要崩盘，就不断的放空，不断的放空，不断的放空，看到 T 字线，他告诉你什么？这是个标标准准的吊人线，就好不容易等到黑 K 棒，黑 K 棒的高点不敢空，看到黑 K 棒的十字棒，告诉你是中继的长黑 K 棒，又不断的放空，又不断的放空，看到这根倒 T 字线更要的放空，结果呢？每天被嘎空。昨天一根长黑 K 棒告诉你 KD 在高档出现非常明确的背离讯号，结果呢？我只要请问各位，你的老师今天的空单能撑到十点钟吗？今天你知道有多少投资朋友，有多少投顾老师停损在一个所谓的天花板吗？很抱歉啊，今天我又赚了你们的钱。我先慢慢给大家看证据，我等一下再教大家我怎么做到。来看一组哦，这是昨天我所盖起来的字卡。昨天1月24号，我是告诉你尾数有一个叫做 6， 有一个叫做 3， 然后我把这个蓝色的图卡拿掉，你看到 126， 你也看到一个 073、哦、先把它背起来。老师啊，你这个东西会不会事后改的？基本上、哦、如果说你是我的会员，帮我作证一下，如果事后改，我把价位有任何的篡改，等到收完盘才改对我有利的，我头剁下来给你当椅子坐。好，继续讲下去哟。这东西你看不懂没有关系，有一张你绝对看得懂的。第一个来自于 Line 8的部分，9点14分，我告诉你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多，就是你上车的一个所谓机会。有没有杀？有没有杀？有没有杀啦？有没有杀啦？开低往上走高，又往下急杀，有没有杀啦？你快要回答我，有没有杀啦？那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这一刀杀下来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150点，好、哦，总共太多张的对账单了，先随便看两张就好，40000，还有这一张扣掉什么交易税手续费，169413，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所谓日常生活。所以说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啦，我知道今天一开盘的时候有很多投顾老师还不断的放空，我只能奉劝各位啊，你至少你要当我们 Line8 的一个所谓见证者，就好像今天李先生他真的一开盘的时候看到昨天一根长黑 K 棒，开盘谁不想要放空，结果呢这个急杀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空在这个急杀，就一口气涨了150点，9点14分收到我的一个 Line8， 他敢放空吗？拍谁啦？我 Line8 账号不叫做未来事件部啦。你想知道我 Line8 账号的，我讲坦白，我自己也记不得。广告中的电话，你把它给拨通，再来一遍。你所使用的是 KD， 你所使用的是 K 棒，你所使用的是 KD 加 K 棒，一根长黑 K 棒，高档出现背离讯号。可是我却告诉你，主力做手是利用均线成交量 KD 做散户的欺骗。你要懂得一个日线、周线、月线观察，你要懂得一个标标准准的主力心态。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啊，我这样讲那么激动也没有用啦，我都希望说新的一年我看你们讲话慢一点，可是我讲坦白，我有一点恨铁不成钢了。你要不要再把9点40分的讯息再看一遍？9点14分的时候我告诉你，心太多就是在等这个机会。昨天心太空你知道吗？你都有看非凡的盘中连线节目吗？我就在等这个机会，9点14分我跟你分享，结果呢16万你不敢赚哦，你怕赚太多是不是？剩下两个礼拜要农历封关了，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难道你不知道想尽办法让你口袋 Michael Michael 吗？那我请问各位，为什么你要找我？很简单，我是全台湾
唯一能拿出完整证据的老师。第一个，什么叫完整证据？昨天跟你预告，预告不够没有关系，盘中的连线节目，盘中连线节目完之后，我又有实际的 Line at 证据，再从 Line at 证据衍生到今天的对账单啊。这叫盘中连线 ,12 月27号，因为时间不够我们就跳快一点。好，我要让你知道差一天有没有真的差很多，看清楚哦。12月27号这一根黑 K 棒，这一根黑 K 棒叫26号 ,27 号 ,27 号 ,27 号的那一天，在非凡跟你预告人家在补空反手做多，从27号 ,28 号 ,27 号 ,28 号 ,29 号三天时间加起来刚好13万又过去了哦。跟你预告周线它是个标标准准红灯，月线红灯100万我们就不用秒它。来 ,1 月份第一个礼拜，第一个礼拜从2号三号、四号、五号，好像点名哦，二、三、四、五，加起来20万。一月五号的时候，跟你预告日线、周线、月线同步都是一个所谓红灯，所以说呢，你又从八号、九号、十号这三笔加起来又高达22万。好，最经典就是十号的那一天，这一根长黑 K 棒。哦，这边每一根跟你讲均线盖头反压，吊人线吊人线吊人线，结果一根长黑 K 棒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老师能够在节目当中斩钉截铁跟你预告回撤之后会拉起来？这个斩钉截铁还请你打电话进来。我永远记得啦，那天电话至少有378通。378通，我们的研究团队有没有跟你们预告 792,765, 就是一个月线的一个所谓关键价。结果预告完之后 ,11 号有没有来 ?11 号有没有真的来啊？真的来还跟你预告恭喜多头防守成功。再看一遍，放大一点。你会相信会涨吗？你会相信会涨吗？你会相信会涨吗？因为你们是用 KD, 因为你们是用 RSI, 而我谢文恩则是使用价格的一个所谓观念。恭喜多头防守成功，好，听不懂也没有关系，再让你看对账单。好，对账单包括11号包括12号两个加起来又高达将近有16万。结果呢，为什么我一再跟我强调差一天差很多？你不要像我这群会员，因为我还是很痛恨你们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跟我讲说，谢老师，我是小资欸，我真的能参加你的会员吗？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来市场上，你只带五万、带十万，没办法，你是小资，真的是小资。可是你在小资之前，你之前是大流氓欸，你的总到哪里去了啦？你之前来市场，你不是带五万带两千块耶，你是带50万带500万带1000万，结果1000万输到现在剩下不到100万。然后现在问我说小资他会害怕，你会害怕？我说过了，你不要跟我的会员一模一样，基本上打一种大屌啊，大流氓，你知道吗？可是问题重点，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期许，你每天赚5000块，你一个月可以加薪10万。这有这么样的难吗？有没有差一天真的差很多啦。啊，第一个礼拜过去了，第二个礼拜要过去了，一个月有几个礼拜慢慢看齁，进入了第三个礼拜。第三个礼拜之前叫1月12号齁 ,1 月12号又跟你周预告周线月线日线全部都红灯。导播问我说，谢老师啊，你的侧标不用换吗？不用像一般投顾老师一模一样，哪一只涨停板放哪一只跌下来不敢讲了吗？那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啦。你真的啦，你把过去每一天的重播再调出来看看，我们在节目当中预告齁 ,10 号开始哦 ,10 号礼拜五嘛 ,10 号礼拜五齁，来开始哦，从15号齁 ,15 号点名开始 ,15 号 ,16 号 ,17 号 ,18 号 ,19 号齁，加起来又是26万，又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全胜。好啊，这边又历经过台指期货的结算，那这个我们就不用讲了齁，越讲你们越伤心，不管包括100万，不管包括475,000，那有没有差一天，有没有差很多？更重要的一个所谓重点，我今天我说过的啦，如果每一个投顾老师，你们不要再选错老师，因为我讨厌你们去批评其他老师，
谢老师啊，你好像也在批评其他老师，不可能的，因为我不可能看比我烂的节目。讲白一点，投顾节目我从来都没看过。一个老师他要有本事不断的自我成长，而这个自我成长，我就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论述：如果每一个投顾老师每天都这么样的准，收完盘的时候，哇，这个厉害呀、啊！今天一定有老师敢骗呐、啊，告诉你他空在这边，哦，买在这边，买在这边，反正最低低点都他买的，最高高点都他空的，事后改扣讯呐、啊。我都遇过了，所以说我说了。有本事啦，拿出这种完完整整的证据，有本事啦，拿出这种完完整整的一个所谓对账单，对不对？有本事在上个礼拜五就预告周线是个标标准准的红灯，就这个礼拜台北股市有没有再创波段新高？那有没有差一天差很多？那什么叫事前预告？再来一遍。礼拜一是不是刚好回撤119往上拉起来？好，所以说礼拜一我们又掌握了18万的一个所谓对账单。礼拜二还记不记得？礼拜二我告诉你，跟你预告先多后空往下急杀再多，结果尾盘有没有收在最高的高点？甚至于在12:51还跟你打赌过，又掌握87000的财富，对不对？又过了一天，那昨天已经往下跌70点，刚好杀到多头的一个所谓主力平均成本，又往下杀。所以说我告诉你，昨天我看错30点。可是我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你要永远相信你自己的专业，我不是讲 KD， 当你的专业跟预期不一样的情况之下，你要能够很快速的修正。这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跟你强调全方位360，除了给你鱼吃，教你钓鱼技巧，教你钓鱼的技巧，来看清楚哦，这个就不用讲了齁，这个也不用讲了齁，恭喜多头反手成功。那我请问各位啊，面对这样的行情，我能不能选择观望？可以吗？那我如果不出手的时候，我哪知道今天行情会这样子走？你的老师一年365天，将近一半的日子都在观望，那你要观望自己看就好了啦。你麻烦你去问我的会员，我没有在观望，因为输家总有一大堆的借口，赢家总会有一个标标准准的出手。更重要重点，老师为什么你这么敢？你以为我们只有主力心态吗？既然有主力心态，你在12月27号你掌握800点到900点的上涨，借由一个月线关键价，你在12月29号预告月线红灯，1月12号预告765元月线关键价，又掌握500点的上涨，这叫波段的部分。可是你以为我就只有满意这两套东西吗？我今天我在跟大家强调，空间理论在进化，及时的一个所谓主力成本，来看要讲原因跟理由喽。今天早上9:23，好，9:23往下急杀，哦，这礼拜的拍水供电，好，礼拜的卖供啊，好，礼拜的一个所谓对账单，来开始哦，开始要进入了昨天跟今天的预告，来看一组，空间理论。再进化，你要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道人家主力的平均成本落在何处，这是昨天跟大家规划的。老师啊，这跟今天这哎呦还自己会跳哎，睡哦，来来来来来来，这个跟今天有没有像？有没有像？老师有点像啊，先往上拉之后再往下杀，先往上拉之后再往下杀，不像。好，先看这边。那么代表126它是主力的成本，那我准备跟你预告，我说正常嘛，它应该开低来到073之后再往上弹到126，然后再往下杀，好，往下小杀，不是杀了，小杀，好，看清楚哦。结果今天开盘是开在这边，结果往上冲过126，冲过126，冲过主力平均成本。讲逻辑不用每天告诉你买最低卖最高，讲逻辑，讲缘由。那既然冲过126，这是为什么？今天在礼拜四9:03，好，拍谁？你们 Line at 9:14，老师啊，哦 ，Line at 为什么只要9:14？你们能验证就不错了。我救你们那么多次，你想想看呐、啊，这一波一路涨上来了，
麻烦你把每天的 Line at 打开了，不是等到收完盘拉尾盘之后告诉你我在九点钟我的软体出现买进讯号了，都是事前跟大家预告的啦。九点零三分预告主力现在多，先150点，还没完，还没完，继续讲下去。基本上哈，我们当然可以操作一次之后，我们就开始休息哦，睡觉哦，冬眠哦，哦，好爽哦。拍谁啦？我的口头禅很简单，我的字典里面。战到最后一兵一卒，我们今天存在的唯一的价值就是为了战斗。为什么战斗？你今天在外面工作，你今天在外面工作，你各行各业，你也是为了战斗，为了赚钱。赚钱那是肤浅的讲法。我们现在我们的会员，我们今天存在的唯一的价值是为了荣耀。我们为荣耀而生，为荣耀而战。还在跟一大堆孬种买，每天买最低卖最高，每天空气单吗？我们今天存在的价值是为了荣耀，为了行善，为了布施，没错吧？为荣耀而战，好啊！再来，再来，再来，再来。结果呢？往下急杀了，10:44，好，都有证据在那边哦。预告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的多，就真的拉起来了，来到12:25。这个简单，这个三岁小孩都会。我的课程有没有教过你们盘中多空转换技巧？我的课程有没有教过你们盘中多空转换技巧？拉起来，吼！如果吼，我再一遍吼，现在主力很贼，你知道吗？涨上来哦，这 W 底啊，哦，这边复合式头肩底啦，啊，涨上来叫复合式头肩底啦，啊，如果跌下来的时候叫片线啦，啊，跌下来的时候叫 V 型反转啦，跌下来的时候叫 V 型反转啦，啊，结果有没有涨上去？有没有涨上去？有没有涨上去？还没完呢，还没完，还没完。今天12:56，又回到原点了，又回到原点了。再看这张126。126是主力的平均成本。12:56有没有再一次又回来？有没有再一次又回来？这是你轻松看到160,000对账单最主要的原因。我不想拿40几万的啦，一天40几万的啦。我的会员，真的啦，我们觉得我们每天活得好充实哦。你的老师每天观望，那你还不带枪投靠，就是因为他无能，他看不懂，所以说发空气单。很多投顾老师齁，我常遇到什么样状况你知道吗？涨上来的时候会跟你讲说什么，哦，早上有一软体9点钟买进的，哇，买不到，他跟你讲一软体。跌下来的时候跟你讲说一软体放空的。如果说你跟到这样的老师，我觉得你很可悲欸。很可悲，很可怜欸。一个老师连最基本的接战的勇气都没有，就只会每天看着软体看图说故事，一软体一软体。我只知道依依不舍啦，你不需要跟那种老师依依不舍啦，我只相信为荣耀而战的对账单。啊，这样我们很清楚，有没有解释很清楚？有哈，有哈，应该不用再讲一遍了吧？应该不用再讲一遍了吧？本来这是昨天画给大家看的，啊，结果今天走这样的模式，这是为什么？9:03，赶快出手，最主要原因。好吧，解明天，解明天，来，今天很好笑哦。先给大家一个投标哈，外资是来乱的，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外资期货哈买了5,614口，哇靠，老师买这么多 ，stop， 选择权空单哦，增加3.3万口啦，增加3.3万口，笑哎啦，我一个买5,600多口啊，选择权空单增加3.3万口，有增跟没增一模一样，来直接看结论，我根本不在乎这东西。我只知道明天的时间先多后空再多，那我希望呢，明天走这个模式，今天收盘在这边哦，先往上急拉，好，然后收一根红 K 棒之后上下震荡之后再往上拉起来，这是我就明天行情的一个所谓预期跟规划。I am ready to fight, I am ready to fight for your future。那你呢？你呢？每天被扒来扒去，因为你连最基本的多空防守价都不会。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我给你个建议好了。你今天打电话进来，把这张带回去。这样带回去，如果说你还做不赢，麻烦你哦，麻烦你哦，把铁门关下来，以后再也不要出来吓人了，不要再做了，真的不要再做了。拍谁啦？我这样讲都讲得很白啦，我这样讲都讲得很白啦。那我们差一天差很多，有没有差一天差非常多？好了，导播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股票也都是一模一样。啊，你一直画圈圈，我怎么讲呢？我怎么讲？那种运动一下，吼。
我你知道吗？像今天这种行情，你坐在椅子上连动都不能动，你知道吗？超刺激的，好像坐不是坐云霄飞车啦，坐飞机啦，坐战斗机，啪一下这样子，然后战斗机失事，啪，然后一样啪还就上去，好拔嘎哈。奉劝啊，各位戴箱投靠了，真的啦，真的啦，合金啦，合金当年一次讲到一次把它交代完才能下课，好不好？好、哦，这些股票我在节目当中我都事先跟大家预告，不管包括合金的两倍，不管包括和生堂的十字涨停板，我希望啊，为什么我要让大家验证？因为希望你们能够选对专业，所以包括3532台盛科，哎呦，今天台盛科总算跌下来了，又有好多投顾老师跟你讲说，今天台盛科大跌5%哦，今天合金大跌5%哦。吃不到葡萄不要说葡萄酸好不好啦，真的啦，带总一点，有本事在昨天预告今天台盛科会 大跌5%啦，不要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那是最可恶的啦。台盛科也是三只涨停板，对不对？3481的群创，连 Lite 跟你预告群创也是高达将近有13万，不多 10% 刚好13万，啊，你会差一点差很多，来合金把交代完哦，导播你给我点时间好不好？靠我，哎呦，差点讲脏话，没有，这人就这样子啊。你看我有化妆吗？我感谢非凡哦，每天都让我来这边洗头啊。我没有洗头啦，我到厕所就是水弄一弄。我连剪头发、剪指甲时间都没有，连剪骨的时间都没有。来，讲快点，好，一直给你追踪，好，一直给你追踪。有哦，上个礼拜我就给你追踪哦，追踪完之后是拉到涨停板，拉到涨停板的那一天，我还给你追踪 51.7， 结果 51.7 刚好上下震荡，完全命中，一天又多赚 2.4%， 一天台盛科又多赚了5块钱。好哦，为什么讲这么白？为什么老师可以指数不讲白啊？拍谁？你们想要知道明天的主力平均成本，广告中的电话把它拨通，直接把那一张非常重要的盘检考带回去。讲白的原因啦、啊，就是要让大家一起来行善布施啊！哦，选对专业，事前预告，事后让大家得到完完整整验证。奇怪，我的时间都不够哎、欸。喜憨儿还来到台中市丰原，然后丰春国小，再从丰春国小，我们来到了佛教慈济。哦，感谢，靠我腰啦，我眼睛真的太糟糕了。还有创世基金会。太多了啦，太多了，还很多张来不及贴啦，因为我的时间真的很紧凑，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要思考明天要怎么样。假设开这边，假设开这边，我要怎么样帮会员创造财富？这是一个老师存在价值。所以说啊，光一天时间，如果说你的老师被扒来扒去，我奉劝你全方位360，差一天真的差很多。带枪投靠，或是你想了解明天行情的预估的状况，你不想再赔钱，你想两个礼拜过好别人的，改变保险，拨通电话就转弯下去。非凡商业台，只要钱长大，改版喽！黄金、债券、基金、投资商品，最新的资讯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只要钱长大，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请锁定非凡商业台。只要钱长大。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非凡抢先报，锁定非凡，掌握未来。台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锁定非凡，掌握未来。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经过比较就会有意义。
外行在看热闹时，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钱所衍生出来的食衣住行，这就是财经。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所产生的蝴蝶效应，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非凡商业台。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股市现场，锁定非凡，掌握未来。刚刚导播问我说，哦，你的节目很独特，你都不讲基本面的。我讲坦白的，我先问大家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去下载我们的软体？我再问大家一件事情，从合金到合生堂，不管是两倍，不管是十只涨停板，我请问各位啊，我需要跟你讲那么多废话吗？你只要跟着主力心态走，你自然就能赚得到钱。然后呢，等看到基本面的时候，很抱歉，人家已经涨了一倍，人家已经涨了两倍。你想听基本面的话，麻烦你锁定我们的盘中的连线节目，还有我每个礼拜固定的一个所谓前线百分百，对不对？我这样讲没错吧？同样的，等你看到台盛科的基本面已经涨了三只涨停板，那我就随便举两股票啦，随便举两股票啦。好啦，这个值得没时间讲，我问你啦，我问你啦，三四掰的群创有没有很多利空？有没有很多利空？那为什么？为什么我在上个礼拜，我上个礼拜二哦，我介绍完之后群创会一直涨？三四掰一的群创为什么我介绍完之后会一直涨？会一直涨？不是一堆利空吗？外资调降平等吗？那为什么赚13万？啊，主力心太多啊，哦！你讲基本面，你会买群创？你会买友达吗？那不可能的事情的。我时间不够了，跳快点来，26.15，听清楚哦。9月26号什么意思？麻烦你把926当时的重播带放出来看。当时618的合金，我若记得没错了，记得没错，记得没错。这边很多投顾老师空在这边，我们这边持续做交易买进。来，时间不够了，来，中美金简单88.4，可是合金比较麻烦，它离月关键价非常非常近，要怎么样守，要怎么样掌握，我们都会在我们盘前稿写得非常近，写得非常非常明白。你想得到第一手的一个所谓资讯？全方位360，赶快利用广告时间，一并把盘要带回去，让你了解未来的趋势与方向。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